麻辣牛骨髓。今天做的太入味儿了。今天做的是嘎嘎香啊，拜拜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今天这骨髓整的老着笑了，我在锅里捡了这么一根，我就腰脚的是哪个骨髓糊脱骨了没了，这么大一个骨髓不大劲儿，成这点儿。然后这个呢还没打地儿，瞅瞅。这就抠不出来了，长在这里边了。这家更搞笑，这个有人说像鸡蛋糕，我真就不反驳，真就不反驳了。瞅的真是确实有点像哈。这骨髓今天整了个稀碎。还有一个，这就是骨髓咋糊的呢？看，但今天这骨髓是真香，四个骨髓。这是真的骨髓，这不是鸡蛋糕啊。
牛骨髓。好久没吃牛骨髓了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个小双击。
这个是真正的牛骨髓啊。美味的没吃假的呀。让你们看这里面，看着没？牛骨髓，you